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，我非常的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希望往后每个人听到我的歌声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。听我的歌的时候可以放松心情，看我的表演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。我觉得我的宗旨就是用陈立农，然后传达给大家过快乐的每天。两种能量共同赋予歌声力量，让一个人的梦想成为每个人的正能量。农夫山泉维他命水，提供维他命。